成功的，你现在抓到诀窍了。爬上来。哎，不要这样站起来，危险。好，慢慢蹲下，慢慢蹲下。对。好。然后慢慢的往下滑，往下滑。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哇！好，啊，再爬一次，又再爬一次。再爬一次，从另一边爬。哎，那个太危险的啦。爬这个，再从另一边爬好不好？对啊，有水，不要不要，来这边这边。哎呦，从这边爬，爬得上去吗？对，要爬上去，挑战，又有挑战。哦，爬下来。哇，你刚才怎么爬上去的？你不记得路线了吗？你要记得路线。我记得路线。哎，你看又掉下来了。刚才第一次怎么爬的？想想看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就爬上去。哎，这样危险。不然你把鞋子脱掉。但这个鞋子不适合爬这一个。对，那你鞋子脱掉就可以了，试试看。哎，你脱掉鞋子，快。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穿着。哦。穿着脱掉就可以爬上去的啊。嗯，穿这个鞋子。真的脱掉就爬上去的，你试试看。不适合爬这一个。你试试看呐。嗯。脱掉鞋子。好，脱掉一个了，再脱掉一个。哎，用手脱了。好好好，可以了。哦哦，成功了。光脚比较有抓地力。哎，你要爬到最上面，你没有爬到最上面啊。好，再一次。你没有爬到最上面呢。我想要抓这些，然后再试试看。试试看呐、啊，哦。再试试看，再试试看。好，试试看。再试试看。好，再试试看。试试看会不会爬成功？好，试试看会不会爬成功。穿好没？自己帮我穿。哎、欸，你自己不会穿哦。帮你穿了、啊，喂。这个石头太大了，不适合爬。不适合爬啊、哦哦！不要爬。